前两天，74岁的武汉老人孤身到山东蓬莱想去看海，但是走着走着迷路了。这老人衣衫单薄呀，走路也累得够呛，身上就揣着60来块钱，还舍不得用。还好在蓬莱的街头遇到了三位热心肠的当地小伙子。这小伙子们一听说老人家大病初愈，我到我们蓬莱是来圆梦来了。得嘞，哥几个咱也啥也别干了，马上改变行程，开车带着老人家到海边打卡看日落。我们可以想象啊，这样一幅画面，夕阳西下是多么的让人感动和温暖。